学跳舞。今天优格姐姐还有糖果姐姐要教大家跳睡觉歌，小朋友赶快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咯。那优格姐姐先开始哦，手打开躺好，手合起来棉被盖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手打开躺好，手合起来棉被盖好，接下来把手放在后面，摇一摇睡觉觉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把手放在后面，摇一摇睡觉觉。现在把两个动作加在一起，跟着音乐一起跳舞咯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乖乖躺好，棉被盖好，好宝宝准备睡觉了。狗狗不叫，小鼠不咬，乖宝宝眼睛要闭好。哇，小朋友都很棒哦，那我们赶快来学下一个动作咯，摇一摇摇一摇，跳芭蕾跳芭蕾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摇一摇摇一摇，跳芭蕾跳芭蕾。接下来把手摇一摇摇一摇，再把手打开来转一圈，然后蹲一下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摇一摇摇一摇，把手打开来转一圈，然后蹲一下。现在小朋友是不是都已经记住了呢？那现在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跳舞咯。乖宝宝眼睛要闭好，舞步都记住了吗？下次再来跟姐姐一起学跳舞。妈妈爱跳舞，小朋友赶快来跟妈妈还有姐姐跳舞咯。有个姐姐先问问小朋友，每天都几点睡觉呢？妈妈都准时九点钟睡觉哦，因为睡饱饱才能长高高。毛毛很棒哦，小朋友睡觉很重要，千万不可以因为贪玩而不睡觉哦。今天要唱跳的这首歌就是睡觉歌，赶快站起来动动身体，跟着我们一起跳舞喽。